将九卷八野这块饱受战乱摧残的蛮荒之地打造成人类万富饶之乡。今天让我们缓缓打开时空之门，见证这片波澜壮阔的南疆之地。公元669年，唐高宗诏命归国将军陈政任闽南大总管，统领闽南道一切军政事务，亦就福建平乱。公元五十